When more rainbow rhythms start to play, dance with me, make me sway. Like a lazy ocean hugs the shore, hold me close, sway me more. Like a flower bending in the breeze, dance with me, sway with me. When we dance, you have a way with me, stay with me, or sway with me. Other dancers may be on the floor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胖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基础玩家。今天特别特别的激动，我们前面两期已经做过了来自宝华 Duo 的一些试听，那大家是否有感触呢？很多朋友催小胖先出这一期 ，OK， 我们先来出这一期啊，把很多产品都压下来，先出这一期，就是大家拭目以待，而且是万众所归的宝华新品。Duo 啊，这个名字确实翻译中文是不太好听的一个词儿啊，英文 Duo 啊，翻译过来确实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产品呢，从外观部分来说，小胖是特别特别喜欢的。但是，遗憾的是，本身我比较喜欢白色，但是呢，厂家寄了一个黑色的过来，哎呀，我觉得白色会更骚，有没有？先说一下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感觉，让我第一眼看上去它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做工几乎完美。我拿起来这个音箱是很沉很沉很沉的啊，几乎有点搬不动的感觉，所以这个音箱的用料各方面来说都是极为精致的，当然价钱也在那儿了。我觉得宝华一直都是在 Hi-Fi 圈里面走在最前沿的一个品牌啊，多少年以前的鹦鹉螺都这么的漂亮，这个是小胖被宝华第一个中毒的点。那么我们去年啊，我买了这个宝华的六系，也是很漂亮，所以音质也很好，所以我对宝华一直都很有好感，有没有？OK， 那这个是它的外观部分，它的整个的一个音箱是没有任何连接的，它只有 WiFi 和蓝牙，以及支持那个 Room 啊 ，Room 是一个播放器，那我们以后再说。那它的整个电路集成是在底下这个部分，最底下的这个部分，所以整个上面的箱体几乎是空的，可以利用箱体的共振达到无源音箱的效果。我们实测这个音箱的音质，我们待会儿再说。首先来说一下它的参数，它是25到33000赫兹的一个频率响应，每边是150瓦的低类功放去驱动。每一个音箱配置的是两个单元，一个6.6寸的中低音单元和一个它所谓的碳膜半球顶高音。这个是一个8系的一个导向管的技术的一个高音，是一个碳膜的一个材质。据宝华的内部人员、宝华的工程师说，只要露在外面的高音都是很好的高音。OK， 这个是宝华内部就是说的一个笑话啊，只要是在上面、在外面的露出来的这个高音都很骚，有没有？都非常的好，那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参数，一个大概的状态。那基础玩家主要是聊聊它的音质，我们主要是以说为主啊。不管它的参数多么的优秀，那还是以听感为主，就听的到底如何，小胖来给大家形容一下。毕竟语音试听真的不是很靠谱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箱子。整体一开声的感觉，它真的非常不像蓝牙音响，因为它可以把几乎蓝牙很多的一些缺陷给弥补了，甚至它可以达到96/24比特的一个采样率，也就是它可以达到 CD 甚至于 CD 2倍的一个采样率的一个清晰程度。总体而言，宝华的新品已经走在了时代的最前沿，它已经舍弃了所有的连接。我觉得往后只有两个极端，一个就是无线，我不管你什么类型的无线，蓝牙、WiFi 还是 2.4 还是等等等等的，还是 5G。 那还有一派就是导致派，就是各种玩的这种派别。那所以宝华他觉得，如果我要生产蓝牙音箱，我就什么都不让你搞了，我帮你全部搞定，因为你搞的可能会不合适，我搞的就非常的合适，你就不需要纠结任何，因为蓝牙和蓝牙传输是
不存在的说音质的问题，对吗？我相信一个华为手机和一个 OPPO 手机，两个连这个音箱应该区别都不大，差不多就那样，是吧？那苹果它的播放器去播放几乎也是无差的啊，不像有一些它还有别的插孔，那么可能你我换个播放器怎么样，有时候可能会更好，但是基本上很多时候都会更差，对，而且自己听音的这种心理感触也是就所谓的脑放嘛，是吧，还是占的比较大的比例。 那所以宝华的工程师说，那算了，我就直接什么都不用连了，你就直接统一标准，在所有 Due 的这个用户里面大家听到的是同样的声音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来聊它的音质了。那首先我们开声听到的这个人声部分，我们最早测试的是它的人声部分，非常的，我觉得中音的密度是非常的好。我们现在说的所有东西都是基于 Hi-Fi 去说，不是基于蓝牙音箱去说，我觉得它已经跳过蓝牙音箱的这个范畴了，它是基于 Hi-Fi 的这种理念和它的这种搭配啊。大家说我搭配一个 AB 功放， AB 类的功放，我搭配一个什么什么无源的音箱，我觉得大部分都搞不过它。对，同样的价位大部分搞不过它，除非你很有经验，你是个老烧，你很有认知度，觉得怎么配才会好，但那样往往价钱会往上飙，又电源线了，又是音箱线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基于 Hi-Fi 去聊它。人声部分的密度，特别是我们听到蔡琴的歌曲，其实蔡琴的歌比较难诠释，因为它的中低频部分，低频多了线条感没了，然后嗡了，低频少了，蔡琴的这种声音的浑厚感又没了。那宝华 Due 你听到的就是有线条刚好合适的低频，不多不少，然后那种空灵感，特别是就是我们经常唱的是谁在敲打我窗，一开声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乐器的，只有人声，在这个基础上，这两个音箱如果把它摆开的话，人就在你的中间唱歌，而且离你稍远一点的距离，稍远比这个音箱稍微靠后一点的距离，这样的呈现的空间感是非常完美的，它就是一个四方形。对，蔡琴好像就在那儿，是谁在敲打，哎，那种演唱会的舞台就在你的前面，然后吉他响起的时候，音乐响起的时候，两边的分离度非常的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听蔡琴的歌曲的时候，有线条感，有力度，下潜够，然后高频部分又不刺，特别有空气感，中频的密度结像都很好，所以我就说它不是一个蓝牙音箱，完全不是。 OK， 这个是蔡琴的歌啊。我们在听比如说这个什么刘芳啊，最早的啊，说老的，还有现在的一些新的这些比较清纯的女生，我们听她的时候，我觉得她的高频，宝华的高频优秀就优秀在让你无法察觉到她高频的飘渺感，它跟别的品牌会有不同，你不会觉得高频有存在感，高频一旦有存在感就会刺，对，但是那样呢会觉得细节更多。但是宝华这个音箱呢，这个 Due 呢，我们觉得听蔡琴的歌合适，那听清纯的女声应该没那么毒，就是声音可能会比较老，因为低音多嘛，会有这样的想法。但是哎，我们一听上去，哎，那个时候低频反而就少了，我们感觉哎，低频下去了，高频凸显了，但是这种凸显不是那种刺刺那种凸显，而是真的是很有空灵感，这个真的是得益于它的导向孔技术，这个八系的导向孔的这个设计的技术，你会感觉那个高频的空气感尤为的耐听，尤为的好听，并不油腻，而是很清晰很干脆的那种女声，就是我们能够听到女生的每一个细节都很清楚地送到你的耳边，但是呢她却不在结像的这个口齿音里面表现得那么的明显，
这个说的有点玄学是吧？啊，有点玄学，但是你听了你就会有感觉，就是他的女声甜美度是非常好的。其实男生部分跟蔡琴的歌表现差不多，也就男性的这种磁性感很重，很重。我们需要男性那种雄厚跟磁性，不需要嗡嗡声。比如说赵鹏的声音，你听的是嗡嗡嗡。当然，这个跟你的房间也是有关系的。我们不能是，就是说他在哪儿表现都好，任何一款音箱，它都是有跟房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这个避不开的。那我们放在我们至少说这个30个平方的房间里，我们听到的男生的这种细节的呈现，男生的细节就是磁性部分，是吧？你看中国移动通信，如果是中国移动通信就嗡了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是中国移动通信，有低频，也有高频，但是低频一定不能混，这个就是它厉害的部分。对，然后交响乐我们也听了，这款音箱的低频可以说是拳拳到肉，拳拳到肉，它的每一个低频的细节以及下潜都可以震撼到你。我们每一个小伙伴来到我这儿听这个音箱，第一句话就是这个音箱低频很好，对，低频很好，这么小箱子低频这么好，对，这是他的第一句话。当然我们第一个试的基本上都是蔡琴的歌，渡口是吧，然后就是是谁在敲打我唱这种类型的歌，那渡口大家都是咚哒哒哒咚哒哒哒，如果下潜不够这首歌非常不好听，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傻的鼓，对，那个不好听的鼓。所以小伙伴第一句话就是他的低频很好，然后再放飘逸女声的时候，哎呦，这个细节和高音的空气感，不愧是巴西的高音啊！这个是有口误的，上次我说了啊，它是一个巴西设计导向管的这个高音，并不是巴西的高音。OK， 那个是个钻石高音，这个是个碳膜高音，还是有区别。但是总体的这个露在外面的高音都是厉害的高音。OK， 这个是啊，内部说的。好，那说完这个人声部分、交响乐部分，我们听到的就是它的每一个层次的表现和细节的表现，以及动态的表现，也就是它的鲜活度，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完美的。就是说你整体听上去的这个喇叭的动态感是很好的，就是很有现场感。我们在这个音箱上又找到了一种感觉，就是现场感。这东西很难去形容，是音乐味吗？也不是。其实我觉得这个音箱不是那种极致的清楚，极致的清楚就变成了过于锐化了。这个音箱整体的音乐味是很浓的，不要看它是一个数码音箱啊，很多人觉得啊，这个数码音箱是吧？那其实你听到宝华的这种柔化程度，保留细节，密度高，然后整体的音乐味很好，鲜活度很高。鲜活度啊，真的这个太重要了，就是现场感。你听到每一个鼓在打过去的这种萨克斯的这种声音啊，吹萨克斯的那种气声啊，那种萨克斯的那种吹的时候，萨克斯吹的时候会哒哒哒，它会高低起伏，有没有？吹萨克斯的时候会，但是麦是在这里识别的，它有一个高低起伏的过程，你能够听到那个高低的那种感觉，就每一个细节它都能够捕捉到。小芳今天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说，现在的蓝牙音箱真的做得太棒了，非常的棒。这款音箱无论表现任何的音乐都非常棒。那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拿这个音箱去挑个刺儿的话，这音箱唯一的刺儿就是目前它作为蓝牙音箱在销售的状态下太贵了，就是很，其实不是它贵，你是我的错是吧，这个确实也是我的错，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音箱没有任何接口，还不是 HiFi 音箱，因为它不可能打 HiFi 音箱的这个 logo， 它肯定就是一个蓝牙音箱，因为它是一个有源的，它就不可能放在那种老烧友的选择系列里面，大家明白吗？它一定是新烧友的白领甚至是金领的这种购买清单里面。那在这个状态下，我不知道这些烧友们，年轻的烧友会不会正儿八经对待它，就把它放开摆一个
皇帝位，一个三角形，正儿八经去听歌，这个音箱拿来正儿八经听歌，说是仪式感特别好。但如果你仅此把它当做蓝牙音箱去用，我觉得真的太屈才了。但是我觉得他打的广告基本上就是跟蓝牙音箱区别不大，就是你哪儿哪儿都可以出声音，哪儿哪儿都可以直接连接就听就好了。他广告更多强调的是便利性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音箱真的它应该是放在 Hi-Fi 内栏里面。如果很多烧友比如说我想玩一个基础款的音箱，或者是我的预算只有那么一两万，我该怎么配，买这个高一点价钱买这个一定比你配的要好，真的真的真的，这个是一定。第五，我觉得如果你有钱，这个是你必然的选择，记住必然的选择。你想玩 Hi-Fi 不想折腾，这个是你必然的选择。 OK， 好了，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基础玩家，我是小胖，记住在我们的 B 站和我们的新浪微博小胖留言，小胖会及时的回复大家。优酷、腾讯、抖音都可以搜索基础玩家，好吗？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